中华功夫上下传承几千年，那手上腿下的都是真本事。不过如今练武的老外越来越多，不少老外学了中华功夫，那本事蹭蹭的上涨，于是就有网友看不惯了，中华功夫咋就没有咱自己人学，就是不是没人学，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。这群练武的年轻人那功夫也不一般，看看这姑娘那大锤挥舞的，铁做的锤子重量比这人还重了，却还是被挥舞的虎虎生风，看的人都不敢靠近3米之内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真功夫。还有这位一身皮衣的小孩，个子不高，拳法却是太到位，小小年纪就是学会了炫酷的拳法。虽说现在五官还没长开，看起来有些许稚嫩，但是长大后绝对能重塑硬汉风范。这舞刀的少女更是拽，长刀在手如同无物，挥砍如风迅如影，主要是看不上传武跟他切磋两手，绝对能明白功夫的威力。不知道大家觉得就这群高手跟老外比谁更强呢？